家梁昭峰，今天为大家呈现一道 XO 金朝带子。首先，我们冷锅下油，油锅烧到七分热后，就可以把我们预先做好的金朝放进去炸2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把炸好的金朝放在盘上，盘里边可以事先放一层吸油纸。接下来我们在锅里面加水煮滚，准备烫带子。然后把切好的西芹、大红椒、大青椒放进水里稍微烫一烫，1分钟后就可以捞起备用。现在冷锅放一点油，加入一些蒜蓉、葱根、姜和 XO 酱一起爆香，然后把之前烫好的材料下锅一起翻炒，同时准备调味料。再倒进锅里翻炒，大约1分钟后就可以上碟喽。我们把煮好的材料放进金炒里就行了。我们的 XO 金朝带子完成喽。